看看新闻网。出演韩剧继承者们而红起来的韩国男星金宇彬呢，最近是来到了北京。虽然在剧中他是男二号，但是排场一点不比男一号差。来看一下，墨镜遮面的金宇彬底妆着装十分低调，可这亮瞎眼的排场，路人都能猜到这是明星不是？尽管有人墙护体，可一大早便赶来接机的粉丝总会想尽一切办法接近男神，签名什么的更是多多益善的。要到了，什么感觉？开心啊。金宇彬当天抵京是为了某化妆品宣传造势，当晚身穿深红色西装的金宇彬一亮相，分贝瞬间爆表。再加上男神苦练普通话套近乎，粉丝们随后送上的欢呼声还得了。粉丝这般热情，别说旅途的劳累烟消云散，就是随后抽奖送拥抱环节，男神也是相当配合。在继承者们里粗犷又不失细腻的金宇彬，如今也早已成为了丑帅派的代表，只是下次再来的话排场小一点，这样粉丝们肯定更高兴了。娱乐新天地北京独家采访报道。